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我吃啥子？自制的钵钵鸡，这一钵全是料，来给我特写嘛！真的，我的无法言喻的香味儿，真的，来看一下有些啥子。这下面全是肥牛，我买了2盒肥牛。然后这是我自己炒的一个蛋炒饭，话不多说，走，先搞点肥牛。基本上你们能想象到的火锅食材，竟然都有一半的，还有油条。那油条都把汤汁吸满了。